madness. This is Sparta!在古希臘的時候，城邦之間的戰爭不斷。如果你停留在希臘文化，那希臘文化就是最強的。斯巴達是一個沒有城牆的國家，為什麼呢？其他國家都要起城牆、起城堡，但斯巴達是有最強最強的戰士。這個是我們印象之中這麼野蠻的強國，究竟是怎樣教育一些小朋友的呢？好遺憾地，斯巴達在歷史上是沒有全世界的石雕和文獻的。沒錯，在他們的文化系統裡面是不准有歷史和保存或者書寫的東西記載下來或者流傳開去的。要了解斯巴達，我們只能夠透過周邊國家的歷史學者的記載去了解這個民族是怎樣構成的。他們採用了愛國者治港的方法，終生戰鬥。小朋友一出世就由領導去選出精英分子。如果你不是一個精英戰鬥員的話呢， BB 仔就掉入山裡面等死了。只有保衛疆界才有生存意義。男仔一出世從小灌輸先有國再有家，为斯巴达奉献。七岁你就要入学堂了，用13年的时间将你改造成为一个最强的斯巴达战士。鼓励互斗，鼓励打交，这个民族对 perfect body 是有疯狂的崇拜。为了以最少的成本激发最强的战斗力，兽性是不会被食物，不会被衫你着的。训练出男仔的偷窃技术，如果你被人捉到你偷嘢呢，唔好意思，我唔觉得你错，你係吓我唔到嘅。但我会觉得你偷嘢被人拉到係一件好鱼皮嘅事。呢、这个就係希臘恶名昭彰嘅斯巴达教育。佢哋亦都设有宗教式嘅鞭打嘅，会喺阿蒂米女神殿嗰度鞭打青少年。係传统嚟㗎，麻烦你唔好指手画脚，尊重当地文化嘛。鞭死一个细蚊仔都是家常便饭嚟嘅咋，读书、写字、跳舞都是归纳为战斗技巧的考试嚟嘅。古代啲考评局唔知系点运作嘅咧？讲讲女仔先啦，男女平等啊嘛。喺呢个群体社会，我哋都会要求女仔以佢哋嘅生命去侍奉斯巴达嘅，纯女校嚟噶。课程包括艺术、音乐、书写。战斗女子早要学啲咩啊？掉铁饼、标枪、骑马，只有为斯巴达战死嘅人先至会有 gravestone 噶。好啦，恭喜你，祝你有愉快嘅斯巴达的一天啦！